创作一首给爱人的歌曲吗？创作的时候心里是有什么样的想法？就是，其实就是一直以来照顾我的人，然后对我好的人，还有我感谢的人，我爱的人，写这首歌。对，俊腾刚刚背带掉了，腰力不错，平常腰力有在运动，做什么运动？都做，对，都做高空弹跳。这个不会。